束手就擒，我上留给你们一线生机。这轿子里钻出来的小娘子果然好清智，就是不知道老子把她的脸给刮花了，你还喜不喜欢？ 让你们的人都退下，你跟我走，我保证你的小娘子平安无事，你们还能好好的快活快活。拿下，是想让你的小娘子跟我们一起陪葬吗？上。